待会儿见客户机灵点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好的，老板。咱们一个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。干嘛呢？客户杯子都快空了，还不倒水。好不自然的咳嗽声，他一定是在传递什么信息。咳嗽？难道是？而且呀、啊，不仅如此，昨晚没睡好，现在老想打哈欠。不好！哎，我操！打喷嚏呀？谁能挡住啊？你在玩我呢？我说的是杯子，杯子，杯子。哦，男人，你这该死的虚荣心啊！嗯，算你有点觉悟。王总，你这杯子真好看，精雕细琢，晶莹剔透，想必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一只吧？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这不是你们自己杯子吗？完了，吃多了。不过这姑娘能说会道，还挺机灵的哈。你个老六，我说的是水，水啊！啊，水？这不是还要我来做吗？这不是上 BUA 吗？算了，忍了。水龙刚好，王总，你可以放心了。你这是职场骚扰啊！行行了，我们完了，如此专业的演戏，另外刚才你们的眼神交流我都看在眼里，配合的简直天衣无缝。你下呀！没有。现在还谦虚啥呀？没错，那是因为我们老板经常跟我们在帅土之滨团建，培养团队默契。像刚刚那招叫暗度陈仓，我们用的是出神入化。是这样，昨天我扬州张甲被荆州王家偷袭，小赖面上是带着一周200,000无党飞军，用毒箭连续输出牵制王家，实则您暗地里早就带着100,000大军绕后，用霹雳车砸爆荆州主城，打王家个措手不及。好，不错，你们团队配合如此默契，业务能力也没得说，这项目交给你们，我放心。谢谢王总，有这项目业绩可观，谈完这单工资翻番。小赖，公司有你未来可期。现在表演一个回旋踢，面对这个公司，我真的付出太多了，献丑了。啊！终于下班了。不错，老板。3、2、1，该走了吧？啊？走。下班了。不然呢？去公司啊？啊，对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哎，你住哪？关你什么事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住人民广场附近。我也住在附近。是吗？是啊。老板，你开车啊？我靠，他不会以为我想蹭他车吧？他不想蹭我车吧？对啊，要不我送你？不用。怎么还停车？好的，到了。好啊，谢谢老板。我们这个月能涨价。又在下班室开会。我给大家做一个表格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。玩会手机吧，趁主管不注意。他拿我的手机干什么？女王陛下？谁是女王陛下？我什么时候加的？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密码？先找文字看看吧。我操，手抖了。别天天看你的破坏，赶紧回来做饭洗衣服，别逼我教你割耳朵。张恒帆是谁？不会是主管吧？张帆是谁？不会是我吧？嫂子牛逼呀、啊！下班了。赶紧给我找个台阶下！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！好巧啊，主管，你的开机密码也是生日吗？跟我家狗的一样哎！操！忒反了天了！主管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才是你的狗。你说了，求求你！不是，我是说我每天加班帮你装车房，我都累成狗了。滚灭吧！死混！怎么还没来？我都要迟到了。尾号1357是吧？老板。小赖。靠！要不不上了？不行，都要迟到了。靠！要不不接了？不行，那半个月白干了。这也太尴尬了吧？得说点什么。小赖，是不是要迟到了？那就要看你表现了。今天过来也是在实地考察一下公司情况。今天还没问题的话，就先投一笔吧。王总来视察，我们当然是随时欢迎的。一礼拜来3趟，比我来的都强。
是老板。他这会不应该在上班吗？这要是被投资人看到，溜了溜了。啊，是叫我过去吗？别过来，走开走开呀、啊！来了来了，完了。今天怎么溜还急？赶紧给我鞋。快关上，快关上啊！投资人在，不准叫我老板。客户在，拿出气势来喊。老板好。小点声，工厂。嘴上说不要，心里乐开花了吧？哼，男人啊，你的名字叫虚荣。公司氛围不错，但能不能让我先拿一下鞋？上班时间出来摸鱼，一定会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我得化解一下。小兰，说你去拿公司文件。啊，让我拿出吃的来炫。我可太机智了。小兰，买那么多吃的。这是我一礼拜的下午茶。这个鲍师傅的奶香提子酥入口酥脆，搭配瑞幸云南普洱口味的咖啡，更是相得益彰。这样的下午茶搭配，谁不心动啊？那你买这么多得花不少钱吧？还没有呢，现在点击左下方链接，就是瑞幸精品普洱咖啡现享九折优惠，还有中国大白咖啡9块9试喝。你看这些这么便宜，就多买了一些跟同事分享。老板，这是你的。嗯，做得不错，你先走。话不多说，来两口。老板要求了，那我就炫吧。献丑了，真啥也不会，我服了。啥？炫的卖了开除？靠！谁让孩子陪了女仆？不对，不行、啊。公司财务最近遇上点困难。啥、啊？这事你千万别跟员工说。怎么会，姐妹？我只最严啦。我们公司倒闭啦，就是不发工资啦。人呢？都吃饭去了。那个，大家都去一下会议室啊，我们开下会。人呢？开会吗？这会议室是不是太大了？这会议室是不是太大了？感觉这样说话会很累吧？这感觉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民的一种仪式。嘿，什么水面大干斗嘞？嘿，了了了。什么水面极高楼？我在干嘛、啊、对了，先找个话题共情一下。对了，你来公司多久了？他在说什么？你来多久了？三天了。完全没有共情的可能啊。他好像完全不会这话题啊。那就让我这个气氛小王子来带动一下他吧。刚同事说公司倒闭了，让我赶紧跑。这是开玩笑的吧？现在是真的了。困难只是暂时的，我们能度过难关的是吧？哈哈，现在不能了。操，那这个公司还真挺衰的，也不知道那个老板干什么吃的。我就是老板。我是不是得罪过他呀？我现在死到面前，他应该会原谅我吧。请出示员工证。谢谢。太敷衍了吧，员工证。离谱了。哎呀，手机没话费了。也没必要这么认真吧。咱俩进去吧。行，老板说必须提着上岗，请假吧。老板，怎么了？我今天生病了，想请一天假。给个五星好评啊！每天一单顺风车，多宝的礼物不就省出来了吗？您有新的订单。我操，网关自动接单了。盛大科技园到杭州乐园，我要请吃饭吧，师傅。嗯。好了。老板，好巧啊。所以什么病要去游乐园啊？让我逮着了吧。你是说我需要快乐？撒谎还给我生花了，今天非得好好治一下你们。早上迟到的都给我站起来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是说迟到20分钟以上的。你为什么迟到？我睡过头了。工资扣500，你呢？我帮忙抓小偷，见义勇为啊，特别棒。但是工资还是要扣500。好了，老板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扣！老板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扣我工资好不好啊？哎，算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谢老板，这都可以。老板，我求求你。人生呢？这个办离职啊？提前2个小时起床。
为了最佳员工奖，我真是拼了！P 掉绿幕就看不见了，好神奇啊！鹅蛋什么？我先睡会儿，到终点站叫我。我真的认识他吗？终点站到了。谢谢。啊！怎么不是姑娘桥？我们坐反方向的。什么？现在要迟到了。我车停在附近，要不要我送你？真的吗？你的大恩大德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没事。按打表来就行，我估计就100来块吧。哎，这小姑娘这邪门。休想透过我的法眼。靠，先去厕所躲一下吧。早上好，小赖。小赖，我现在很不好。小赖，别跑了，我知道你在那儿。冷静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抓到你了。绿幕看不见，绿幕看不见，绿幕看不见。现在教训他，我怕会降低我的智商。嗯，我进货袋了。我办公桌上有个黄色袋子，看见没？看到了。你赶紧给我送下来。哦。别磨蹭了，快点。知道了。晋王子为什么要带这个？这个直接收原位就好了，不懂的。这柚子能吃吧？长树上应该能吃。嗯，这个天他还在外面闲逛，他是不想干。公司是我家，自己家的柚子想吃就吃咯。小赖，你干嘛呢？老板，我在树上摘了甘蔗，你要吃吗？我看你脑子上长甘蔗了。你他妈的！小赖，快点啊！站住！嫌疑是你们妨碍公务的。老实交代吧，都咋想的？这位大哥，您消消气，小姑娘不懂事儿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茶水你是要喝七分烫的还是？队长，每次让你吃我的小子抓到了。好，可算被我逮到了。老板，这人长得跟你好像啊。你要的七分烫。两只羊，一只羊，零只羊，下班喽！这里下班前大家抓紧开工。小子，你干什么？对不起。我看你是要干碎我的肥肠。臭死了！老板，我这样去布置会议现场。是老板被逼了事。切，占用我下班时间还花我钱。好的，老板。我要的是咖啡，你给我豆浆干嘛？这都是豆子磨的嘛。而且他还有个学名叫热衷室。你是懂学名的。我还听说多吃豆制品对男生有好处。我不是在乎有没有好处，我就是口渴了。感谢各位领导参与本次会议。既然逃避不了开会，那就享受它吧。心中都在，你搞什么呢？小赖，你在干嘛呀？报告老板，礼炮卖完了，不过没关系。这种礼炮既不用打扫又可以食用，真是与公司的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呀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。资本家扯皮还得是你啊。张总格局真大。我们的策略讲究一个细水长流。突然想嘘嘘。真的很急，有请小赖给大家讲两句。四马当活马医了。好的。都在呢，要不唱首歌？豆浆消化这么快的吗？虽然我唱的很好听，但会不会太炫技了？唱这干嘛？这不是给大家解解闷儿吗？喂，我要正经破产。然后怎么了？接着放啊！再等20000年吧。小赖，你怎么知道我们都喜欢看美少女战士的？他把你拉链开了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我回去你们等我消息。不是我们面试他吗？王总。老板。张总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我助理生病了，今天请假。那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好，
谢谢王总。喂，不下去吗？好眼熟啊，小赖，你不是去医院了吗？老板好，我看着挺高的，我上来看看风景。啊，会当凌绝顶。你是过来面试的吧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哎，你手机忘拿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面试结果晚上就会出来啊。放桌上就好了。老板，昨天的事。每个人都只能陪我们走一段路，我习惯。怎么突然这么伤感？不行，一定是资本家的手段。对了，这是三送你。老板，你这是？这不是年底了吗？给大家准备了点惊喜，我特地跟官方申请，新点了500台苹果13手机，都是全新的，还支持全国联保，就是数量有限，颜色随机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快速抢通道给你们放在评论区了。另外，还给大家申请了一批正品的 Switch， 上面有许多好玩的小游戏，还可以投屏健身，赶紧点链接吧。谢谢了，不能动摇。刚交了辞职信，再拿坏了岂不是很丢人？但是心意我领了。还有这个。我一定祝公司早日上市，一言为定。那个不是送我的吗？留着给你当明年的年终奖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资本家改不了画大饼。要不还是辞职吧。小赖，加个班帮我。人啊，算了。小赖，怎么拍成惊悚剧了？小兰，我资本家，死人仔，你别碰我，打死你！小兰，严大，哎呀，我手里这个鸡腿该给谁吃呢？哎，饶我！什么时候拿走的？我下午要见客户，你把会客室打扫一下。可别给我整活了！有问题交给我吧。这是连骨头都吃了！王总，请啊。都是我的就好了。当当，你眨什么眼？我懂你呢。王总，这，这是我们员工的冥想室，所谓静以修身，宁静致远。好，就在这谈吧。老板是驴吧？什么都能拉回来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连个坐垫都没有。看不到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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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到。小兰，又摸鱼，又干嘛去啊？老板，厕所的空调坏了，我去地铁站上。你怎么不回家上啊？你们年轻人，没空调就不能上厕所了吗？但是真的很热，一点苦都吃不了。这是带着老君的炼丹炉吗？好像那个落了水的鸡。到楼下了，老板。不好意思，我睡过头了。公司楼下吗？我家楼下呀。哎，你这世上最悲惨的事，莫过于失恋的第二天还要上班。老板，小赖，今天上午迟到的事，你等会儿补个卡就行了。突然这么好，他脑子烧坏了。亲爱的，别乱叫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有八卦。从前有三个好朋友，分别是好吧、行吧和坏吧。有一天，坏吧约行吧去野餐，行吧问还有谁呀？坏吧说。我们和好吧。啊，问世间情为何。他是真能舔呀。小赖，老板，你还有事吗？我看你情绪不太对劲、啊、给你带了点吃的。这是咸趣空气薄脆，口感轻盈薄脆，特别好吃。这也是他平时最爱吃的。哎，老板，那这个肯定跟你女朋友的不一样。这是咸趣跟同道大叔联名推出的墨鱼礼盒，里面有香辣小龙虾、香烤土豆片、孜然牛肉三种口味，还送一个星空杯哦。他到底来干嘛的？老板，公司是要破产了吗？我真的分手了。啊？没事的，老板，岁月会抚平一切伤口。有问题？哎，老板，不就是失恋吗？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就算你是个癞蛤蟆，那也要努力成为最优秀的那一只。我怀疑他在趁机骂我。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呀？已经好多了。交了文件就可以摸鱼喽。了，怎么有女人？是嫂子吧？嗯，不对，嫂子头发是棕色的，
好，你个陈世美！啊！开封有个包青天。呀，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我在练经济呢。降！不行，真跟我分一块。喂，张总。啊，这笔奖饭没问题啊。去掉饭钱就是500块啦。怎么了？这个星期我们要团建、啊。如果每天蹭老板的饭，那还剩5500。耶！选个休息日安排一下。小兰。哟。他刚刚说什么钱？什么休息？别乐你个呀，快去安排。这个星期老板家拆违建，全部休息，大家准备一下。我这有个重要活动，你们人呢？都放假了呀。那我合同怎么办？交给我吧。你一个小白行吗？小白有大能量，我在梦幻西游手游版孙悟空为师，就免费送金箍棒和筋斗云技能，能派暴击力超高。而且最近开启了全民争霸赛，点击左下角进入就能免费领神装神宠，就算小白也能逆袭 PK 大佬。哦，小白也能和神级大佬 PK 吗？对呀、啊，人人都能体验满级账号，还能和漂亮小姐姐组队 PK 哦。漂亮小姐姐在哪儿？把合同做漂亮点。这次合作，我们信心十足。有。啊，这什么呀？当当，骗了吧？我们先看下一页啊。这完了！你喜欢做手上？哇哦！别扫了。小赖，我叫你买的茶叶呢？快点啊，客户要来了。糟糕，怎么办？哎，小兰，要不要尝尝我们家特产啊？有了，谢谢。小兰，这什么茶？喝就完了，喝那么多干嘛？铁观音。喝谁的？不会有毒吧？王总，你尝尝。新品。这完了，我的合同要没了。完了，我的工作要没了。入口柔和而回甘，有一股雨后大地的清香，好茶。王总不愧是行家呀，真能扯！你看这茶都舒展开了。黑木耳，观音显灵了。这个说话谁信啊？这铁观音得压着，所以有一个典故叫“从此我不敢看观音”。使劲使劲！还真给你圆过来了。站着干嘛？还不快出去！什么？还想要别的品品？我这姐妹茶见效贼快。这个借我用用。王总，厕所问这瓶去。男人勾肩搭背去厕所，事情都办事成了。嗯，小赖，你干嘛去？我要去拿快递。又去摸鱼是吧？你把取件码发我，我帮你去拿吧。谢谢老板。来。他那么开心干嘛？他是把全公司的快递都发给我了吧？这地方要注意一下。闹完没有？有八卦。闹完早点回家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行，你别后悔。小赖，有，帮我解一下文件夹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我对他那么好，陪他压马路，陪他练空手道。大步还手，他竟然要分手。他好像有心事。我分手了。我本将心向明月。老板，失恋其实很正常。你长得不好看，又抠门，开的车还娘，分手是早晚的事儿。不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虽然你失恋了，但嫂子她可以找到更好的呀，你也算舍己为人啦。哎呀，这还咋不听劝呢？所以他到底为什么跟你分手嘛？他觉得我不了解他，和我没有契合度。我一个大直男上哪去了解他嘛？这还不简单？我评论区置顶的爱情答案书，可以了解他的内心，想要怎样的爱情，与什么类型的人格最为匹配。快让嫂子测试一下吧。小兰，你先出去，有事我再叫你。切，哦。那个爱情答案书，老板你也可以测试一下，先了解了解自己。还有，这分手了也别难过，我跟小姐们长得可漂亮了，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？好啊。小赖这人其实还挺……
老板，你叫我。对了，小兰，下了班跟我去见一下客户。下了班见客户，瞧瞧你说的是人话。老板，我胃穿孔，下了班要去医院。这种借口我早就用烂了，好吧？不用做了，不用做了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小兰，老板好。你不是胃穿孔吗？网上说我是胃穿孔，医生说我只是窜稀。他不觉得好笑吗？溜了溜了。算了，寒暄一下，打发他走吧。对了，你吃饭了吗？耶，有好资本家一顿羊毛。吃饱了，还没上呢，三斤龙虾。退掉，退掉，退掉。谢老板请客。话说没地铁了，老板你怎么回去啊？没事，我有车。你呢？谢谢老板。我这该死的人情世故。扬身健体，坚持到底，运动不断，三份米饭。小兰，哦，忘了点你的了，那要四份吧。他这是饭桶转的是吧？三份饭还是点少了。哎，你吃吧，这饭碗没动。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我可没看出来。没。哦，对了，上午交给你的合同我都处理好了。办事效率怎么突然这么高？咱们公司的碎纸机太给力了，一会儿就全处理好了。啊！老板，你找什么呢？我有盘呢。我已经洗过了，在那晾着呢。匹马山中愁日晚，孤舟江上为春寒。完了，来不及了，好着急啊！先客户叫我就要了。帮不上忙，好着急啊！老板，需要我做点什么吗？不，你站着别动就行。姑奶奶，你放过我吧！老板自己承担了一切，太感动了，我得做点什么。哦。在这儿呢。快给我东西呢！老板，我应该的。老板，我晚点到公司，昨天熬夜玩手机睡过头了。你大半夜不睡觉玩什么手机啊 ？iPhone 13 mini。写的不错。又摸鱼。怎么了？新包不错啊。我的都买的呢，大牌保证。寒心，真正的心寒。我会不会太过分了？现在创业环境这么差，老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可我工资才1800，一分钱一分货嘛。老板，你找我？这什么呀？小赖。老板，我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你是我们公司最聪明的人。真的吗？你笑出来了。你应该知道跨市场通过虚假交易自买自卖操纵市场两万圈钱涌人，这就是公司正在经历的一切，看看你的想法。我好像要长脑子了。简单来说，我要派你去当卧底。不去。哎，这个送你。你为什么找我去啊？我觉得以你的智商，没有人会发现你是卧底。老板，你在夸我吗？毕竟是黑魂一个小子。我之前已经派了一名同事潜伏进去，接头暗号是：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小心不要暴露身份，这是一场真正的商战。简历填一下，谢谢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完，完了。来了，杨迪家。Call me Donald. Yeah. 我计划是这样，我会马上安排你入职。为了搞垮这家公司，接下来你只要做你自己。啊？这是我们今年的规划。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。他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到底是下班？不到点下班，那不就是早退吗？
有道理啊。今天留下来加班。哦，对了，加班费是他说要这样搬出啊。你干嘛？老板，我跳舞呢。